同学们，带你们近距离的看一下，体验沉浸式抠脚。咱先看这个形状啊，先别看表现了啊。那这个形状它有点卷了啊，变形了。别这儿呢啊。咱们再看看这一次啊。你这是多少年没染了，大弟？好几个月了。两个月。反正也不疼，现在都是吧？就是留正常了，再不疼呗。看这脚趾头多干净，非常 beautiful， very very good。白天刷不到，晚上躲不掉，欢迎观看沉浸式抠脚。啊，哪个里面的？你这里这边上吗？就这儿。